每个人都是个角色，而每个角色都有他的故事。听讲今天有一个人要摕牛舌饼破金氏世界纪录，啊，牛舌饼要怎破世界纪录嘞？啊，即摆卖书在妇产科咧经营部咧啊，因为他被购位。哎呦，还有鸡蛋呢，八个加在杯。一定要有这三样物件，才有可能打破世界纪录。在台湾的故事，就在星期六晚上10:29频道三立台湾台热烈上映。